我很少选这只，干这只打不赢的角色太多了，难怪 Faker 都说要加强这英雄啊。Legendary 西门叶说已经超神，那时候打华山也是西门叶说这个 ID 哦，好怀念啊，这 ID 玩狐狸有加成啊。完蛋了，鳄鱼前面被贾克斯杀了，哭啊，完了，要露光光了。发财！他没闪现，出火箭腰带了。OK。这个潘森也是挺会报复的。好，拆安妮的塔，不错不错，让安妮动不了。我都把鞋子很快哦，9415。哇，被制裁了吗？再撞一下，再撞一下。好，下路这波死光。啊，没撞到，可惜。小心啊，掠食者开跑了，掠食者，掠食者，小心啊，上路要死了，完了。不知道。就说了。干，他们想的有点天真呢。那死哥这个腰带也不找点他。心痛爱我吧。但是死哥发育很好，李星这把真是爆了。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改成 W 和 A 普攻 的目标，我觉得有点烦，害我剪兵剪的不是很流利。不然我以前阿里剪兵是蛮稳的，因为我很会利用那个虎火去分别烧三只。但他这个改成那个 会追的普攻目标之后，就有点难玩。月下吧。撑一秒，
熊哥不要加五十，你说我这角色可不可怜？这样竟然没办法双杀？哇！看他醒来好快哦，韧性点满，加水。哈哈哈！为什么我看到贾克斯，我要选阿里？就是因为这个一的改动。这样才能削到你这个老狐狸。想逃？干差一点的，真的一手伤害，真的很可怜呢。一个 W 打不死人是怎样？一个 W 打多少滴？两百滴打不死人。哈哈，小安妮，可笑可笑。Legendary， 西门叶说已经超神。哦，感觉好像那时候打华山，也是西门叶说这个 ID 哦，好怀念啊。这 ID 玩狐狸有加成啊。807。贾哥在右边，在左边讲错了。咦，我感觉他醒来好快啊。哦，这个武器很菜，其实我前期失误了。华山没有 VOD， 我只有看文字 VOD。我那时候还是翻一下华山当年 PDP， 还找得到文字战况。有点尴尬，没滑上去，有点丑。我选手应该可以用岩调查。关键一清，再丢个环，留两个，再来想逃，哪里走 ？Double， 该不是我，可以一波吧，结束了。缓住，缓住。原来我的说唱梦这首歌会。10-11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什么十二只英雄打到韩服精英。嗯，我这个随便拿都不止十二只啊。阿里来，谁用阿里上过精英的？没有，可以啊，死哥蛮肥的。